人生充满许多惊喜，往往世事难料。想当年，当新加坡人还不那么热衷于足球的时候，他们喜欢 collecting stamp， 但我不一样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我追求啊，几乎没有。在煎熬的日子里真的很难熬，所以如果当我有机会看一场球赛的时候，我的兴奋你是无法想象的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赛当天的情形，那只是一场友谊赛，没有人在乎他。当新加坡人进球的时候，我兴奋地举起双手跳起来，其他的同伴一个一个被我拉起来，另外一边的球迷看到了也照旧这样做。就在这一刻，我们创造了卡万伟。Prepares to sell the rights of the Kallang Wave to Mexico. 你以为我会后悔卖给墨西哥人吗？